在中国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有一个人是注定要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本名汪兆铭，取笔名精卫，用精卫填海的精神以自勉。这位追随孙中山20年，曾任国民党蒋介石的副总裁，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了大震荡。脱离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在战火里飘摇了不过5年光景，随即瓦解冰消。汪氏一生的抱负转眼即成春梦。汪精卫，1883年5月出生在广东三水，他本名汪兆铭，字季新。幼年时家境贫寒，生活清苦。13、4岁，父母相继渐辈，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雍生活。1904年，21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广东省公派赴日本学习法学的机会。汪精卫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谈到，他是通过在日本学习宪法，才得知国家和主权在民的观念。1年后，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从法国辗转到日本的孙中山。从那时起，他一直追随在这位革命先驱左右，长达20年。汪精卫早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拥有绝好的人品声誉。他曾经说，革命不成功绝不娶妻，以免连累妻子。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1905年，孙中山成立了同盟会，汪精卫任评议部部长。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了重重困难。汪精卫并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期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1909年，汪精卫发起成立一个暗杀团体，准备直接攻击清朝权贵，谋诈清摄政王载沆。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摄政王还比较开明，采取软化政策，结果汪精卫果然被软化，表示悔过，逃过一死，只判得处终身监禁。汪精卫在入狱期间曾这样写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秋，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决心，以死报国。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等3人得以释放。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918事变之后，汪精卫找到了与蒋介石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128事变，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日军并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效果。然而，此时的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狐假虎威气势压倒，随后中国军队频频受挫。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终于不再提及抵抗，而认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谋求和平了。1938年初，高宗武经蒋介石批准，来到香港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负责收集日本情报。1938年7月，汪精卫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不能不顾虑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
汪精卫深深感到自己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1938年的十月里，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这段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日本禁卫内阁两次发表禁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也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会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崇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金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一条辱国丧权的不平等条约。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崇光堂密约。协议规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中国承认满洲国，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体协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27日，汪精卫再次召集下属商议，为了试探众人的反应，他故意表示有些条款难以接受。城府颇深的周佛海假意提出宣布结束和谈，这一下汪精卫反倒沉不住气了。其实对于是否接受密约出走重庆，汪精卫周围的亲信们都各自进行着利益权衡。12月7日，外出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蒋介石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蒋介石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曾仲明、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公然发表叛国唁电。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甚至堂而皇之地说，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曾经的民族英雄由此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